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都不敢相信，居然还有这种路。就这种路啊，如果你没两下子啊，嘿，你还真不敢走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啊，这考驾照科目二啊是一点用都没有。不过当我看到这条路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哎呀，不但是有用，是相当有用。你们这帮小孩天天占我们的地方，你们上一边玩去，这都影响我们跳广场舞了。好家伙，你们这也太不像话了吧。你们这不是强盗了吗？我们是先来的啊，什么先来后来的，我们来了就是我们的。明天有个比赛耽误了，你能承担得起吗？老铁们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喷泉吧。好家伙，这喷的也太高了，你看看，这把我裤子都给我喷湿了。这根黄瓜在我家都放了半个多月了，我原本打算丢进垃圾桶，但是媳妇死活不让。朋友们，你们看看，这黄瓜都掉皮了，就这黄瓜，这还能吃吗？